那宜雍渠大人判断，我先生，他赴朝歌上任之事，国君渴求的人才，是权谋之才，征战之才。夫人期盼的，也不是道德先生仁爱之师，无非是禁君子以正名声罢了。明白了。 赵贺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这儿有些题目，你上网搜一下啊。按关键词搜索。好。哎，我说他会吗？不懂人家可以学呀，但至少人家坚守岗位。哎，我一猜就是这事儿，是我昨晚上喝了点酒，困了，就回去了。 你是回去了，我可好啊，差点就回不去了。喂，谁呀？雨花，快说！是端木吗？我是梅燕。是你啊？我不过是担心你被司机扔到野地里丢了。你哪能啊？咱那么大一活人，不能。绝对的。好了，知道你还活着就行了。 我还没向你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呢，真的，太感谢你了。要不是你，我昨天晚上就得陪着出来。哎，你绝对是侠骨柔肠，出手相助。这样，那个明天我去你那儿，当面向你表示感谢啊。加拿大及美国西部、美国东南部和加拿大。哎，喂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一个为国的米子霞。 两个齐国的大夫，现在再加上宋国的这个宋朝，我父王这头上的绿帽子是越戴越多了。这宋朝倒也不是什么新鲜货，传说男子出嫁之前就和宋朝曾经有染。这个淫妇，可叹啊，魏军也是只能装糊涂了。 不知羞耻的女人，是我王室颜面尽失。晋国那边怎么说？他们说，魏国的江山早晚是太子您的，他们一定会鼎力相助。你上次提到的人，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太子若是愿意，我可安排他和太子见面。 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靠礼教，靠道德，百姓就会知耻而不去犯罪。我做坏事，哼，我看靠不住。当下之风，已不可与周相比。寡人倒以为乱世。 必用重典。夫君，你们好像早朝上的君臣，谈起政务来就没完没了了。好，不谈了。
不谈了。天气太热了，夫君，我想出游街市，轻松轻松。哦，好，夫人，就听你的啊。北车。诺。那，孔丘告辞了。先生，您这就告辞，不陪我们了。我正想邀请先生一同出游呢。孔丘怕不能。夫君。哎，先生，你不要辜负了夫人的好意啊，难得她有这么好的心情。就是啊，先生，您刚刚不是说君子不能无礼的吗？主公，夫人，车已备好。这是谁啊？哎呦，不认得，是不是新来的宦官啊？不像啊，说不定是夫人的新相好。哎呀，老了点啊，就是，不如糜将军年轻漂亮。哎呀，夫人的口味也会变吗？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哎，你，哎呀，哎，你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子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出了这么多血？你又跟人打架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总是惹是生非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年纪。我打架还不是为了你啊，先生。我问你，君子好德还是好色？君子好德。没听见别人怎么说你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好德如好色，先诚其意；如恶恶秀，如好好色，何错之有啊？那就是说，先生去见男子，好德如好色了。我见男子，为的是大道行于天下。只怕先生见了男子，有心好色，无心好德了吧？我见男子，若是另有所图。天不容我，天不容我。先生，冉乔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先生，家里捎信来说我娘病了。啊，是吗？病情如何？他们没说，只是让我赶快回去。哦，那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父母在，不远游。让你跟我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也真难为你了。不，先生，作为弟子本来就应该追随先生。我先回家看看，如果我娘没有大碍，我再尽快赶回来。嗯，快去吧。是，先生。啊，等等。
把这个交给你师母。诺。先生，还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师母吗？没有，你把东西交给他就行了。是。孔子一生孜孜以求德政、仁政，治学讲课，游说诸侯，和男子的接触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最接近普通人感情生活的经历了。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现代的人们充满好奇。我想，无论是为他们编排出一段宴情，或是将孔子描写成坐怀不乱的道德先生，恐怕都不合实情。最最可能的真相是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，孔子感到了心动，但作为一个有道德节操的君子，他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。正因为此，孔子的道德学说才能给世人以经久的说服力，孔子作为一名言行一致的学者，才能给教师这一职业带来令人崇敬的光环。你向我推荐的人是你自己？还有什么人比我更让太子放心呢？你的妻儿老母我会照顾，放心去吧。太子，夫人宫中抓住一个蒙面刺客。夫人如何？是死是活？那刺客刚摸进夫人的寝宫，就被那个宋朝发现了。宋朝在夫人的寝宫里？是。他和那个蒙面刺客都被米子霞抓住了。淫妇，混账！这个笨蛋。主公，太子逃跑了。嗯，听说是去晋国了。逆子，
逆子。淫妇，淫妇。主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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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叫御医。主公。先生，车马行李准备好了。没希望了。走吧。陈先生，你别忘了吃药。好。陈教授，哎，来看您了。哦，你好。我刚才看到一句话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你一定还带来一个朋友啊。我猜啊，你一定是梅燕说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吧？哎，正是晚辈。哎啊，陈教授，这是晚辈新出的一本书。哦，请您多多指教。哈哈，梅燕啊，你的这位学长，人家可早就是孔子的学生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2500多年前，人家就已经史上留名了，端木赐，子贡也。司马迁在《孔子世家》中说，孔子有弟子3000，深通六艺者70有2人。这70多名弟子的事迹和姓名被写进了仲尼弟子列传。只是我疑惑，古代并没有麦克风，一堂课不可能有很多学生旁听，孔子怎么可能有3000学生呢？一种可能啊，是很多弟子只是去慕名听过几次孔子的公开演讲，类似现在的短训班和集会。另一种呢，就是小弟子们无缘面见孔子，只能等大弟子们下了课再追上去问老师讲了什么。弟子传弟子啊，记得颜氏家训中说啊，仲尼门徒升堂者70有2。也就是说啊，能登上孔子之堂，面对面听老师教诲的，与孔子本人有过交流的，其实也就是这70多名学生。在这70多人中，有哪些是最有名的呢？最权威的应该是《论语》中孔子自己的话，他把好学生分为4科10人，这就是德行科，颜回民损，冉耕冉雍；言语科，宰我子贡；政事科，冉求子路；文学科，子游子夏。这10个学生被后人称作是孔门十哲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划分好像不太准确。子贡虽然是言语科，其实有极高的外交天赋和政治才能。另外，在德行科的冉雍，他也曾经做过记事载，他们两个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政事科。说到外交天赋和政治才能，咱们好像忽略了一个人。谁啊？杨虎。
就是他，连房钱都交不起，还自称是魏国太子。就这么点儿。先生，那好，一会儿你跟我回京营，那儿钱多。我是跟您开个玩笑。你不要以为给我打听点消息就觉得了不起，把我惹急了，把你给私通敌国，到时候连小命都得交给我。是，您说的是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你是谁啊？你是不是那个女人派来的？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谁啊？干嘛不说话？把衣服脱下来。别杀我，我可是魏国当朝太子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我说话算话，脱！皮嫩肉，浑身上下没有一根骨头的熊样，我就觉得你像个太子。现在嘛，是越看越像了。好吧，跟我走吧，太子。你是谁啊？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人。当下各国都是倾向专权，像魏公那样年迈而又能执政的国君极其少有。晋国当朝大夫中势力显赫的有中行、范、韩、赵、魏这几个家族，其中尤以正卿赵鞅最为炙手可热。与其投奔晋军，你还不如投奔赵鞅。鞅虎大人分析的果然透彻，今日落到这步田地，不知他是否肯收留啊。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在魏国的时候，我就听说大人曾在鲁国执掌朝政，一呼百应，现在到了晋国，想必也是有权有势吧。此一时彼一时啊，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不过我一看见太子，我就有一种预感。什么预感？魏国的国君之位非你莫属，多则三年，少则半年，定能重返魏国。真的？我杨虎阅人无数，从来都没有走过眼。快亏能遇见大人，定是上天的安排。大人护佑之恩，快亏莫齿不忘。等到你真正得势的那一天，恐怕又不认识我了。今日快亏与大人定下君子之盟，倘若日后能够重返魏国，夺回君位，一定礼聘大人任我魏国上卿。我从来不相信君子，更不相信什么君子之盟。太子，你信吗？行了，起来吧。太子，你我现在都一样，都是在刀口上舔血的人，就别来这套假模假式的玩意儿来糊弄自己了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杨虎没有什么长处，就是能比别人先看出一步，先迈出一步。要不我杨虎
怎么能够纵横天下，独树一帜呢？大人，真是远见卓识。先生，现在已经是宋国境内了。是啊，宋国到了我的祖先之国了。先生的祖上夫妇和是宋闵公之长子，原本该继承宋国王位的，但是却让位给了立功。先生该是宋国正宗的王室之后呢。先生，颜回所说的是真的吗？也真也不真。若说和宋王室的关系，那也是十代以前的事情了。那先生，您的家后来为什么到了鲁国呢？啊，我的六世祖孔父家被权臣华都所杀，后人为了躲避迫害，就逃到了鲁国。我祖父的祖父就生活在鲁，所以我就是鲁国人。我明白了，宋国就是殷商贤臣微子的封地，鲁国是周代贤臣周公的封地，一个保存了殷礼，一个保存了周公之礼。所以说，先生的身上汇集了两代之礼的精华呀。唉，魏国可惜了，魏鲁乃是兄弟之国。魏的始封之君康叔和周公是亲兄弟，从血缘，从习俗，两国是最相近的，可当下却成了难兄难弟，两国的国政一样的混乱不堪。先生，如果说在鲁魏都不能实现先生的理想的话，现在到了宋，未必没有这个可能。毕竟宋国人也很好礼，而且宋国也是先生的祖先之国嘛。哼，有什么用？宰我，你自言自语嘟囔什么呢？想说话大声点。要我说呀，这宋国就不该来，更别指望在这儿实现什么理想。宋人好礼有什么用？祖先之国又能怎么样？现在谁不知道，如今是权臣司马桓颓当政，他能容得下您？停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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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颜回，你说呢？哈，先生，我赞成子固的想法。子路，你呢？我不如子固会说话，我只知道先生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只要你们不灰心，就说明大道还在，天下总会有一个国度接纳我们。只要有一个明君肯用我，七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哪怕国小些，人少些，也可为诸国做出楷模，以资效仿。先生说得很对，当年周文王不也是从小地方开始弘扬大道于天下吗？颜回说得对，弟子们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跟着我辛苦吗？辛苦。累吗？累。怕吗？不怕。走，走，恭喜于喜，五五俱来，鲁喜道喜，皆在脚下。
将军，这就是您的营帐啊？比太子的卫宫差远了是吧？哦，不不不，挺好，挺好。把陶剑端上来。诺。大人请用。我不用，拿过去让太子照一照，问他用不用先洗洗脸。诺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下去吧。过来吧，太子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我想先洗洗脸。我看你呀，从头到脚都应该好好洗洗，一身的臭气。先吃饭吧，然后再洗。太子，请。啊，将军，请。放下。男人。大人。把酒都撤下去。诺。现在不是不让你喝酒，等你吃饱了、洗干净了，我得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全凭将军安排。这就对了，啊，吃吧，多吃一点，嗯。人呐，都差不多，甭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，到头来都是为了这张嘴。大人，杨虎说有要事禀告。好，传他进来。诺。杨虎拜见大人。坐吧。谢大人。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？又回你的军营了？我好意提拔你在我身边做个相士，你却老往军营里跑，是不是那个小小的侯立当上瘾了？还是你想借机在军中网罗党羽，培植自己的亲信啊？大人误会了，下臣对大人忠心耿耿，不曾有半点非分之想。啊，那就好。下臣这趟出去得到了一件难得一遇的东西，正要献给大人。哦，又给我献宝来了啊！这回又是什么宝物啊？这回的宝物是个活的。活的？魏国太子蒯聩。蒯聩？是。他不是在宋国吗？怎么会落到你手里？
他在魏国谋杀夫人男子魏随，先逃到了宋国，在那里不能得到善待，转而想投晋国。刚进入晋国疆界，他就被夏臣截获了。由宋入晋，他这套路数倒和你有几分相像。夏臣出身卑贱，可他却是一国太子。在我看来，一个无能的流亡太子远不如一个出身低下的能臣。大人，魏军年老体衰，夫人男子闭门不出，魏国势必会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。在这个时候，掌握了身为储君的太子，就掌握了将来的魏国。大人，机不可失啊。如此看来，他还真是件宝物啊。走，这就带我去见那个太子蒯聩。不劳大人大驾，夏臣已经把他给带来了，正在外面等着拜见大人呢。我现在就让他进来。等等。上酒。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来。从即日起，我封你为左司马，全权统帅我驻扎在东部疆界上的各路禁军。夏臣叩谢大人。大人，夏臣才疏学浅，难服众望，不敢担此重任呐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杨虎。夏臣在。你来我这儿也有四五年了吧？蒙大人不弃，夏臣追随大人五年了。我看你足智多谋，勇气过人，是个带兵打仗的帅才，任你为左司马也算是知人善任。大人过奖，夏臣年事渐高，不易领兵，甘愿做个相士，常伴大人左右。你是想避嫌，怕我怀疑你有野心？夏臣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啊。那好，我意已决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，否则我真的以为你口是心非。夏臣遵命。那么请吧，左司马。大人对夏臣恩同再造，此生甘为犬马，任君驱策。好了，现在就让那个魏国太子蒯，蒯聩，对，蒯聩，让他进来吧。诺。停！停车！停，先生。这地方我好像来过。啊，先生，先生，慢点。是来过。这是齐官庄啊，先生。是齐官庄，你看那石头上刻着呢。对，
对，我说看着这么熟悉。子贡，这是师母的娘家。什么？是咱们师母的家乡？嗯。先生，先生，这就是师母的家。啊，是。四十年了，一点都没变。那先生，今晚咱们就在这里歇脚吧。啊，行。行啊。那我去找点吃的。风帆